Thank you.
谢谢大家。不晓得我们今天安排的这样的题目大家喜不喜欢？这个是我们从去年八月定期约之后到今年一月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啊。我想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展出了各个曲目，不管是合奏的也好，每一组的吹管的、打击的、拉弦的、弹拨的，他们都有很杰出的表现。我想讲，我们虽然不是职业乐团，可是我们的精神的用心非常的大。然后这个乐团是属于全高雄市民的乐团，欢迎你们有空的话、有机会的话、愿意参加的话，我们非常的欢迎。这里面可能有你的长辈，有你的晚辈，有你的好朋友、你的男朋友、你的女朋友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你们来看了、观赏了这样的节目，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礼拜一晚上老是不答应你们的约会，或者常常不在。原来他们就在这样做这样的事情。我在这边非常感谢他们的用心的付出和用心的经营，也谢谢大家的光临。我想春节对我们来讲是总是比元旦更慎重，所以我们这一场的节目呢都跟春节有一些关系。即便是中间有一些比较深层的、比较慢的东西，其实让我们在我的眼里看来，它代表的是一种坚毅、一种坚强。像我们的琵琶，它其实上是有生病的，它今天是跟医院请假，然后来完成它的琵琶弦。乐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每个礼拜一在高雄市音乐馆练习，然后遇到要演出之前呢，然后像昨天一整天都在加班练习，然后为的是呈现更好的成果给大家。然后我非常的感谢大家，也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，然后也祝大家新年愉快，谢谢大家。
大家再演一首《迎新年》，谢谢。